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我也没有打算。那有考虑当副手吗？如果最后的那个候选人来征询你，希望你跟他搭档的话，不会，很确定，对不对？很确定。台中市长卢秀燕直接一口否定出战2024正副总统，这番发言也破除了侯卢配的传言。只要能够找出最强的人，那我觉得什么方式都可以。国民党内为了2024人选搞不定，卢秀燕无疑加入战局。倒是已经退党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则是跃跃欲试，也动作频频。至于最常被点名的热门人选侯友宜，始终不表态，却也从来没有拒绝。在地方也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。当然国，整体上中央在地方的合作上，更应该朝向这一个方式来做进行。即便如此，最强母鸡应该是谁？卢秀燕喊话，有心参选的人应该要展开君子之争，不要伤了和气。也说，确定人选千万别拖到七月。春暖花开以后，那适当的表态是差不多时机。我个人认为，你觉得大概四月、五月的四五月差不多。国民党在初选过程中，民进党化，大家争取很激烈，但是我相信大选会团结。2024人选还没确定，蓝营各方角力持续运作，争取胜机。环宇新闻林柏翰、邱子玲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